看看今天这个榴莲能开几番肉。今天这个榴莲便宜，花了100米。这个榴莲熟透了，哇，一发，连发，哇，这个好大个啊，就熟得太透了，这个拿不下来呀，啊，好大个啊。哇，这个还大，四番了，四番肉，这么大一个榴莲，四番肉，你们说值不值？先吃一口啊。吃榴莲之前一定记得吃果冻啊，这个榴莲热量特别高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拆这一点，100米。这个要比上次那个好吃。